书车库赶集呢？马上要更新了，就是说我们得赶紧多去玩玩咱们的这个山谷图，去了吧？山谷图再不玩就没有了。我们来把高配的三连高级子弹猛攻一把，先把这人向取走。来吧，一号位猛攻一局，这位置跟我们打物资赛一样的垃圾。你前方一号位有人啊，一号位有人，听到声音。听到这边的声音，那是什么瞄具？给我备一个。在远点看到个人啊，兄弟们。这东西都是好东西。前面那个人刚没打死啊，这把别墅又得强行攻进去啦。我这边靠一靠，小心山上，山上有人打，我们要反打。哎呦，炸死一个！我炸死一个，兄弟们！哦呦，三个，里面应该还有吧？把门关一下，咱们把这包包点了。103，脚不漏了，快走！不止一队。这个人是哪来的？又是没有一队友的。那边还有两个，不能让他进去，让他进去就难打。没子弹了，子弹打干了，兄弟，不能直接干，咱们得把左边清了才好打车库。没子弹了，看看右边那个角。哎，听到脚步声闻了，兄弟们，在右边。听到了。炸死一个，那边还有，怎么这么多人呢？那边应该还有把 RPK 去了。脸上进步，在这里，在我脸上，兄弟们，这个地方是能炸到的，尼克雷。拿下圣地，这一把淘汰多少名玩家我不知道，但是山谷别墅我们拿下，真刺激啊！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呢？我们再去排一下点，一把 RPK 我没排出来，刚准备一把 RPK 的。我的头奖的话就打的第一波架打掉了原血，不过脸上好像就听到一个爬的声。哎呦，枪声啊，兄弟们！哎，这个人什么枪？这是一把法老啊，不是，兄弟们。在哪儿呢，兄弟们？冲了他不？再跑。死完，看这包也没手术包，咱们开始整包了，别等我没时间整包了。还把 RPK 不知道在哪，一局是五个队，总共是20个人，应该是差不多清楚吧，我也不是很清楚，我自己是一队人。咱们这把一点物资都不要放过，咱们尽量的话把所有东西带出去。这把帅不帅？直播间的宝子们，我好帅，我好帅。这把 AR 武器是蛮改的，把这把拆了吧，还剩10分钟，咱们得赶紧整了，这包太多了，我这是不玩。看这包有没有我们要的那个 RPK， 没什么东西。看另外一包 AR 武器包里装 M10 不要了，
这边还有三个包，这个包不要了，雪明，这包不要了，92公斤，走，还有3分钟，这里还有个包米包，哎呦，这个子弹可以，不会出货了吧？2分39秒，快，速度要快，只是哦，阿皮哥在这，兄弟们，别走了，走了，无敌是多么的寂寞，再次把我们这把击杀术打在公屏上，嗯 ，OK。还是打高穿弹好玩呢，兄弟们，高穿弹秒杀所有，100万走，12345678910111213，才打13个，8个传说 ，OK， 13名特效队员，收获100万走。